新竹的朋友对着老师来念白话呢，虽然念的音不一定正确，不过说拢真认真，尤其有翁婿伫个边啊陪伴，斗阵上课搁较趣味。艺术社区希望鼓励新竹民朋友将这笔地方特别举办八字的课程。不对 ，IAIA。学习当中，他会教他念他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比如说青，然后他就会说青，因为发音比较不准，然后他就说青青青，然后他就说青。然后老公就很可爱，就说啊算了，你亲老公一下好了，所以就会说啊老公不正经。好啊，他跟我一起，如果我哪里不知道，我问他，他会跟我说。老师教着算游戏学习方式，让学生家己操作，加深对课程的印象，为上基本的到达架起，让新住民朋友不管是伫个生活适应，或者是子女的教育，拢会使有所帮助。遇到人听音的方面，跟他发音的方面。会比较正确，才不会说听到跟他自己想的听到的不一样，跟人家讲的不一样，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。而且对以后自己的子女的话的学习的话，他还能够教自己的子女。你还没有开这个课的时候，他母亲本身他没有学习嘛，所以他要教育他的孩子就比较困难，所以他孩子在学习上就有学习障碍，然后就在学业上就比较跟不上别人。落差就比较大。当中学员是工作结束了后赶来上课，有安尼新学习，方式真配合。艺术社区嘛，欢迎有兴趣新住民朋友做伙加入。记者林雨欣采报道。